你们对杀肯定没有坏，你得杀五个故事了。我首先我有四项，然后我足球比你顶快，你想想，你没有四项，他穿着小，你跟我对杀，你肯定穿着小，你穿着小，他去那跟我对杀，你肯定不能吃他。最后一趴了，最后一趴，最后一趴了，一点了。六点八了，最后一趴，争取赢一趴。一定要赢一趴，你不他明天比赛没有前线。嗯，有走的，有走的，我接的有。我接我的挺很多就是让接。那其实十来年前后的，我整整整。我这一包一不行了，这基本上就能退费。把锅给我呀！别了。不会有啊，这六万。好吃。我不光一口干，一条街还真不少。那我不是实话，说实话。不是管我说，不是实话。厉害的着急，胡哲他不说，啊，厉害他不敢说。比赛的时候才说的。胡哲他不敢说。我这一回，不是，其实不是那么随便回的。随便不去，我不会走的。你要说缺点嘛，人家都不把这个，哎，缺点，缺你看好人，花园二零，你不就完了吗？是吧？走着不行，班长，走着不行，你做人走边吗？你我走，你看见红袖子，你看见红袖子吗？张军，哎，张军，啥的也不成，连也到不了。看你香吗？哎呦，我看这人也挺卡着的，真的是上万次，谁料的？那你冲啥做了？冲啥做了的？不冲了。从啥做你干的啥做啊？他退居的意思就不见转卖的机会。哎，对了，小厂是南厂，我去，那我不得去了。不是你，你是吹他。我现在讲的嘛，就是的，你不吃完讲，我就吃着。这还得等呢。关键几点收关？你大王，你多走点不去，他过去睡够了。天都下了。下棋是大叔，你个叔。到局，到局就他挑我输的。你看，天天花了钱。你到局都没。天天花了，人就吃你脚。他不敢的。人家不到不去，单不局不敢上这局，不是单不局，人走了以后把他走啊，你再生气了，啊，我家你啥意思？人吃了你的，不放吃啊？不是，人现在划着局啊，这不划着局，人吃了你，下不来的，人吃你香啊，这个香不打他，人去干我上啊，往上给你买，他不给丢来了，不给送来了，我还有年不。他哪有一条干不是吃着中香啊，对了局了，我吃中香了，中了我就打局，打局他也干我，干我他这么说硬买他哪有没有吃着局，没有花局转不了东西，我得八十，行八十，得想啊。你不吃香，你吃点香不行。你别吃香啊，吃香。别个嘴里也行。
钱有一不大好，一条不大的，中了不就少钱没了？能你中了？中你不也到局里吗？你有人不明白？他不也到局里吗？他不也到局？我看上面还是一杯酒，那大一脚能出，他家还要偷一脚。我看我上面三块，你上吧。大一脚就得出奖嘞。好，大一出奖啊！顶住他。现在这玩意可以我一天就两个月。上毛了，基本上了。上工人不要干，他工人吧，工不了就当着去了，现在丢当家不丢，工人丢死了，那不丢白丢了。哪有人机会？丢当了局也都好，人家工人兵人很爱来嘛，工人就是那个，不去丢。还有多嘞？还有多嘞？早就反扑。啥都不，他丢，我看见了，满口他的，看着第十丢十一连了，他说，看着第十，这有啥事呀？看第十一将来一个，手一将，手将，这也干啥？不是杨家娘，我就是一两种的。咋的呀？可恶！咋了？咋回事？什么饭回来吃？上了一斤上斤，多了一斤。什么车？上了一斤上了。什么车还行吗？什么车吧？你别就拉倒我了。那车也是省的，张扬省的，你想了个毛，这弄到局啊了，他叫你抽不上奖。我家里也是，你这家里他不一样了。吃着是，还是吃着还行。然后能找回家里呗。那就啥了弄弄香，我看见要你的了。嗯，啥了想吃香，你就去回来。回啥？我这一钱一不懂事，我看他怎么弄。一瞧也得这十二俺给个十差的，俺这是你小朋友送老师，这也得一桌。我一翻跑，俺看到都，啊，第四桌就是。足不足够？我看你这游戏，俺这就飞沙不行啊，他逗我们娘了。肯定是飞沙不行，你就逗我们娘了。你是犯还是就看相爷人啊？什么看相爷？你说，刚好我还去逗你啊，我一禀告啊。是那样去。吃咋着？他是太不一样。这边叫我上将啊，他们咋着吧？啊？你多少时间？我打上了。俺俩抽一张，差一张。注意啊！一回局，一回局也挺能挑上，挺能咋挑上？那块挑羊要咋做？这个事情啊，啥一样了呢？啥一样小的啊？那猫和狗一样了吗？两个。哎，我这边杀完了，得刷完。来呀，那能试试吧？啊，你还别等呢，我还看我杀完了，在家里边。他这边多少一只？就刚才说的。我也没，我想挑一样的吃的。俺抢着你了，抢着你了，对不对？下流是下流呀，下流他不没事呀，下流。逮着你怕啥？挑一样，弄一样，啥一样？咋了？我看他有劲。你不就抽上啊？抽不上是吧？我不得了呢。我也没。你要不抢抢不起眼了，你说没？我抢了也行，他不就花吗？俺抽啊，那行。你就俺就厉害，总去家家抽，家家抽去嘛没有你说的那气啊！我这上完桌打了以后，也发现他这有点故事了。你打什么？还跳一跳，有点回去以后还得那回去要救伤还得。他在马上站跳，来站跳还行。
那要来年就还交上了，这一回毛月就上他的一回车，哎，就是你看看吧，这个不就上去看？嗯，那车一辆，车一辆他出去，啥一辆？你再啥一辆啊？提一辆，提一辆，提一辆人出去了。那个提一辆啊，不成事。提一辆，人一条上来你就觉得。上三楼啊，上三楼，他这你还要注意。俺家掉飞箱，你也毛也使不上，俺家那坐别着你毛推你掉使上。那就在那家使的不是，俺局之后使的那个掉。咱看看，绿化下去对，这嘛还上地上一跳啊。陈大姐。啊，那大家你可别接着呀！下底下对面，你莫这样，你别没得走啊！别没走，就那一走。他不就是上将，那他就是了不起。上将，俺打的。上将，你敢当吗？我这给他带，不是弄一点了。弄一将你没将上了。他也没将上，我也走。那个没将上。那是不能见面吗？见面就。那丢面这还有啥傻子？咱要是上将，你说他这哪种病嘛？他能写上？他能写上？写上还不到四。哎呀，写什么？我感觉好。哎呀，对呢。还翻跑吧，翻跑吧。你跳，他就跳了。这下子，两江少有吧？两能点呗。两江啊？嗯，两江。两辆小的，能下去。这一辆在地下上点那个。那、啊这个、我跑了，我不是在上中间跳吗？我爬上了，也得跳。我这个还有个后期的，没爬下来。哪个？我这一个雨水区，那个。哪有房子？我这有房子。等一下。我们就没有吃，没有吃。你看行了是吧？啊，你吃吧，我吃你一个，那不是吃？嗯。你长着了。还要进一步去呢。他也挑的，点把他吃了，他也吃，你这还傻傻。没有啥事，你看啥事？啥不是？他就买来占的，不是来占的，还挺好。打了就行了。啊？打的上？打的上？打的上吧。我上的上。你看的上不上？你往下一点，你往下一点，你再下。哎呦，抽抽筋呢。嗯。一吃就看住，看住哪一项？一吃还要抽。看住哪一项？看住哪一项？我看看我一次，你在那上面。吃了我。那已经做了，那怎么呢？我这儿有，我那不是看着那一项。
我打了他，打的是，打了没车的，我摔了车的，你摔倒了，你打我一闪，给我一打，我低着掉脸了，你咋打？我就退一点，马路上我就得垫车，铁手交上，咱不能让他。到吃完可到他得整完他眼睛完了那就吃完嘛、哦、他是打眼的那老将我先退一下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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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他那意思他得打你租吗他想建议打马我跟你讲你建议打马我跟你死的你给我打了我扯就往这儿退你讲不是你有俩少了啊你有俩少了到麻将也能将他现在一扯了他打了这不就灰毛一样也将出来啊灰毛一样也将就非常像天中一样扯出来对你这不勾掉一脚脑袋尾部出去不就完了你当然没出来这装没出来都一样那实车也一样你当然没人俩伤你了你一天就吃了白吃了你就当了不破案的我回一脚这俩就伤伤不用就吃就回去吃去了老家出去他是吃吃了猫怎么的做生意回要回上去也回报不是那就我没回上那咱没回上咱回报一样就早走你得上去猫站一下我马上去吧你得没法解释哪有呢你都是舍下的哪有打吧的我这他吃了我他吃了我就打了你当然也不回一家吧你上去猫中一家你上哪去那我也不用打他了我就不用打他我直接踹他一脚他吃不那吃啊他吃完我就打点吧你就没来喝着的你走走你走走吃完你收我打人家我就收我打人家那就吃了收我就打人家就走不上了那得吃不也我这得有两个啊你吃我炖炖一下给我俩上脚哎绝情啊就错走那个车给你炖掉那俩上脚怎么回事你怕放两个你这说两个了你还有两个就媳妇已经他已经敲了敲了以后他这你一个俩摔妈妈了咱也都俩摔走完一个高丢我这反应多快呀有吗人家打回去啊哎主要咱回毛一个俩摔了你没法接行现在就解决了他跑吃不吃的我说哎又咱吃了没法接了对又俩上了，连上不就俩上？回一江上嘞，那毛中的要我们再上江呢？不就就了铁上吗？建江也不行，建江过掉一江就拔冷药，那就吃到冷药的。都上过来，正好过着过。啥可以过来？什么一江也没得吃。啥是还能吃？这毛一江还吵的。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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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写刘氏死家呢？你就弄完了，你操！你我家上个游戏，人家有见面的不送，人家都远的，都完了。咋了？有事吗？你啥精准的？精准是耍个放假了，我操！那闯着娘，还跟我家讲扎着关系。你追不到那里去。我来回家也上两回家。导航俩。哎，别丢了。有的掉破了。
那是花钱，然后我就不用当。当上了有事吗？当上了？没事，我这回买的是。不白丢货吗？当铺就卖，反正你当铺啊？当铺就卖。你当铺？他不说是怎么了？怎么了？我也丢。你买什么颜色的？这样能解了？那叫丢货。那是解的，丢货。还要回笼一下子，你这样没有酒商。回笼已经上去了，那没有酒商，再造一下。哎呀，这是跑了，跑的呢。他这不扣什么？他不想捡钱了，你还没钱了？没捡去。捡去了吧？你没家放了。不是，哎，这门口锁着呢。嗯，不高兴了。你想结交，你想聚，想啥的呀？我现在不讲了。